就挂在车那里就可以了。今天赶集买了一大堆东西，哎呀，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有青菜，还买了两个水瓢。哦，那个是那个叫什么？水壶。一个水壶，一个水瓢。哎，这个水瓢是这样子，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水瓢？啊，吃饭去。好帅啦！好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炮哥，今天来赶集啊，剪了一个发型，花了20块钱。以后现在中午了，也要买了点七七八八的，就准备吃中午回去了。听说这里的油茶米粉很好吃，我们今天来这里吃个油茶米粉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准备。就是这个店呢、啊，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过油茶米粉？米粉吗？哦，我要几个。你给谁在吃东西？两个粉，4块钱、7块钱一个。看着口水来的，这个是免费放的。哇，好香啊！满满一大碗，现场煮的油茶粉。分量好足啊！我们有知道什么是油茶粉吗？这个油茶粉是一种茶叶，然后打成这个油茶，然后做成这个汤，然后再煮在米粉里面。这个米粉里面放了有猪肝，有小肠，有瘦肉，还有这些辣椒呢是免费放的。我不怎么吃辣椒，就不敢放那么多。总共呢7块钱一碗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？喂、wow, ，你说就说，你不要喷口水吗？因为越说越口水在流了，因为非常好吃，好爽。看到没有，这个油茶汤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油茶汤非常好喝的。嗯，太爽了。乡村估计很多人那里没有这种粉，我们这里的特色粉非常好吃。太爽了！你看这是猪肝，全部是新鲜的猪肝跟肥肠，全部是新鲜的，现场煮的，爽！整整一大碗，好吃吗？味道怎么样？比桂林米粉好吃。比桂林米粉好吃？嗯、真的假的哦？嗯。你不放点辣椒？不要，它这个辣椒不够辣，就是调一下颜色而已。嗯，啊，又热又爽。这个油茶粉呢，它是有一点辣的，因为它这个油茶里面打的时候放了很多那个老姜在里面。哎，好爽啊！快点吃哦。这个汤好好爽啊！爽吧？好过瘾！你看你吃的那个嗨哦、哎！你看你吃的那个嗨哦，又没有人跟你抢。这个汤太好喝。太饿了，感觉你是太好吃了，不是太饿，汗流浃背了。因为这个粉呢，最好吃的都是在那个汤里面，这个是油茶来的，等一下喝的连盆子都不顺。感觉好像我早上没有给饭给你吃一样。你煮的没这么好吃。那肯定啦，如果我有煮的这么好吃的话，我早就开店啦。讲这种，
你这个汗一八颗八颗这样子往下面掉的。他这里应该装个空调就好。好棒。你要不要舔一下碗嘛？哇，太好吃了！怪不得鱼尽分明的人都来这里吃，太爽了！真的比贵的米粉好吃。我要不我们还打一个包呗？下次再来四川还要打包，没吃饱啊？我想晚上再吃一点。他这个粉要趁热吃，好吃。哦，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太过瘾了。